我是钢管列车长的2012年呢，5月23号9:19。我拍的是待会要跑8.75次的，有3天行12辆变速，3032的皮蛋豆藤油。绿色带型的一张，那是七路发车，经由西部干线，还往竹南的试运转列车。5月3号9:10喽。那看状况吧。啊，那个从货场那个问题都停在这边。对。嗯，我还蛮好奇的。哦，这班是。看往基隆的区域间8/28/23/21实车，看往基隆的全都用8/28/23下去。就有可能，对，因为毕竟，对，静观其变吧，对吧？214是彰化发车，经由3号基隆的，然后8/28/23尾桥圈了。在旧站驶离哦，9:22/5月23号，再见，拜拜。各位再见。